开六，兄弟们，听，外面有溜溜球在兜圈了。嘿嘿 ，boy， 来弄我呀，来呀！别打外面了呗，搞得我都有点小紧张了。来了来了，我去，老黑鬼宝宝巴士，我记住你了，必须复仇，哼哼。快进一下收物资的时间啊！当然喽，这个空投是必须拿的，因为它是 P90 啊，拿下了它，拿下本局的蛋糕，两个字 ，easy。横蹦子这个功夫，看见前面有个跑车朝我们走来。OK， 我们等他经过，然后跟枪起飞躲子弹是吧？开进跟车继续扫射，最后一发直接拿下小米锅巴。哼哼，但是噩耗传来了，飞行员干掉了老黑鬼宝宝巴士，这局无法复仇了。现在继续出发寻找第二个空投，路上看到一个人坤，必须拿下。接着继续追空投，提前分好烟雾，看看空投啊，是把大狙，不打就把子弹拿走。然后逛一逛这个寡妇村，发现一个伏地魔，碾掉之后觉得他的位置明显不对啊，寡妇村绝对还有人的。果不其然，还好选择跑路了，不然舔包估计是要没啊。必须卡他一下，他绝对是要拿这个蹦子的，想过烟，哼，不存在的，给我开，给我穿。哇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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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刷毒了，爷爷不陪你耗了。我去你的，还打锁我头是吧，忍不下去了，真的士可杀不可辱，掉头回来弄你，来了吧，嘿嘿，他是无后座，直接带我急了我急了，我必须尽全卡你。 OK， 打完这个止痛药，我宣布你已经死完，来了吧，牛马妖是直接带走。哇丢，这不是带走老黑鬼宝宝巴士的飞行员吗？变相等于我打死了老黑鬼，好吧，变相等于成功复仇，也该进圈了。这个圈 L 楼就很不错。哎，红脑袋趴树后，很难不掉头回来搞你啊。 P90 穿一波好吧。 OK， 丢投掷物。 OK， 没炸到，再丢，再穿一波。 OK， 再丢火，再丢一个火，点两枪假装回去，实则掉头闪进直接带走。哎呀，看似赢了，实则输了，投掷物全没了呀。刚来这个山头排点呢， L 楼马路的人呢打得叫一个凶呀，倒地一个，赶紧赶紧，我们还有机会，就在前面，快快快快快，哇就赶上了呀。他们俩现在都是俺们的了，舒服，圈也刷走了，只能清清这个山头的毛毛虫了。不会吧，伏地就当自己隐形了是吧，这种毛毛虫直接撞，开枪都是浪费子弹呀。现在去把防区占了，没什么地方是好点位了。我去，我真没看到这个呀，纯属科技啊，没有运气。然后继续追这个白轿子，没有皮肤的话就一律当小白菜处理。哎呀，拐弯规避一下子弹，被憨憨打死就亏大了呀。听完就直接拉近点，他往后跑就直接鬼跳跟上，我就知道他在卡视野了。那我这颗雷你顶得住吗？随着我这个雷捏上，也意味着他的死亡，丢出去的一瞬间直接干拉出去，他不死就趁着这个大场直接拉出去带走。最后五个人的时候也是拿下了战场猪仔，蛮不错吧。马路这条线把圈划成了两半，我决定先打这一边好吧，车停好位置就直接看人就行了。左边石头一个，控制好身位跟他对枪，车没了还可以再找，人没了就要开下一把游戏了呀。原点还有呢，渔夫从来没怂过，这就是实力。最后两个人了，都在对面呢，舔完物资，飞猫克莱拉弄倒了最后一个，我们可以上了，驾驶着全新载具出发。在树那呢，发现就意味着死亡，发现就意味着吃鸡，意味着拿下。这个雷丢晚了，这个雷扔的方向不对，他换位置了，丢火吧，然后干拉，他踩火了，直接打，拿下拿下。最后火烧肥猫，释放子弹，育苗，成功13杀吃鸡。